现在就昨天吃剩下的半个米三刀去吃。喝一口牛奶。给你奶酪，淋着糖米三刀肉桂粉。嗯。隆重，最近天气很热，解冻五分钟就差不多。这解冻的时间东西是他们自己的希望的苦嘞。好吃到晕，不知道我这种奥利奥，幸福的老想笑。这是白小奥利奥最奶酪，曲奇的奶酪还是 Kiwi 的最合适。有奶酪的曲奇一定要冷冻保存的。还有夏威夷乳。肉馅这样就是比其他的软更黏一点，那我一直冷冻解冻冷冻解冻这样的。不要断已经冷冻过的产品，解冻好了别再冷冻。我们的夏威夷果仁品质也是挺好的，我们用的是整个夏威夷果仁，不是碎。好久没吃厚实了。很多人喜欢冬至的甜品，减了糖之后大家更喜欢。已经来了夏天，还是放弃不了甜品。快点要完成了，一般都很简单。低糖版，剩下一半的用来包。太爽了。大嘴的优势可以塞进去，喜欢自己的大嘴的时间。东北吃只是一般，不知怎么这么样，可以进去的这么样。这次刚刚吃尝试是干香奶饼干，还有杏仁酱。还是有点硬硬的，但更硬。对喉干，这个微波炉三次凉，微波炉大热的，大家你看看我怎么吃。有巧克力的哦，带一点肉的话就太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可以用气炸锅炸，这样的话脆脆。吃完了，我有点渴。不过呢，大家有点太过来了，这康，空气炸锅炸了，太喜欢这康的话，我一定要空气炸锅炸了吃，一定要。外面酥脆，内里湿润。试看牛奶，好，冰镇牛奶超好吃，但是我再选单喝牛奶，太难了，再选一下牛奶。The next day。有微波加热锅，满满都是融化的黑巧，巧克力真的，还有这种别人的尝试啊，也是零反吃零，我们现在改正的配方就是这种极少的少量的糖，真的不喜欢甜的话可以买代糖的。最近一直研究的是，在怎么一起吃甜品的时候不焦虑，怎么能吃又健康又好吃的甜品。每次吃甜品焦虑真的很烦。很多抹茶加奶酥抹茶卡斯塔德清奶片。
最近每天吃面包、牛奶、买二升也是，真的快点就没有了。就是上午下冰日，放牛奶。这是我的新疆的粉丝带过来的，我不知道这个是新疆的没有，反正我第一次看过。巧克力，今天特别想吃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啊、哦，今天还是想吃巧克力。你看，加汤。我这不知道，看就不知道。游客派热阿热巴，这是巧克力焦糖饼干。啊，一个一个的，我也是连在一起的，还是好吃的。这个是我已经吃过好几个。黑巧就是平时想吃巧克力的时候拿着每天吃一个。就是原来就是坚果的。突然吃这个很苦啊，好心累。一天的最幸福的时间，就我不知道，就尝尝牛油果。泡牛奶会好吃吗？还是那么好吃。牛奶够完了。我就懂。我不来了。那是不可能的。